今天我们家呢，请来了一位国际巨星，没错，就是 Elsa。Elsa， 要不要带来一段你的歌曲呢？招牌歌曲叫做这个《小巴掌》。那我问一下，这个家里是 Elsa 对不对？那妈妈是谁？安娜。哦，妈妈是贝尔。什么？安娜贝尔。安娜贝尔。那我知道了，妮妮。那爸爸一定是你的。雪宝，雪宝，雪宝。